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呀？不要紧，我学给你看啊。他好像那个眼神一直往天上看呢。好像那个不但往那个天上看的，他腰这个地方，像往前挺的动作啊。好像是蛇的动作啊，好像是蛇的动作啊。什么？哎，对，好像是蛇的动作啊。他仰天呐，好像是仰天呐，好像仰天呐，仰天呐，仰天呐！这个时候，我看到条眼镜蛇，眼镜蛇啊，看到眼镜蛇的同时，就看到一个人在吹笛啊，然后一吹笛那一刻，那个眼镜蛇从个像那个箩筐，那也不叫箩筐，不是筐，像个漏子一样东西呀、啊，它就伸出来了，哎，就伸出来了。就那印度人呐、啊，喜欢那个玩那个眼镜蛇啊，他一吹一吹一个那个，哎，它就伸起来了，一吹一个就伸起来了。然后我们一般的人听到音乐以后啊。是心情愉悦的，但是呢，那个眼镜蛇啊，一听到音乐以后就烦躁不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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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开始扭身体了呀。哎，就烦躁不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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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开始扭身体了呀。哎，你说，我想到了眼镜蛇啊。哎，你说这句话，对，我想到了眼镜蛇，我想到了眼镜蛇，然后就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想到了三角眼，三角眼，哎，三角眼，哎呦，你儿子一发火的时候，你也害怕呀。就眼睛变成三角眼了呀，那个三角眼是眼镜蛇的三角眼呐，我最怕儿子发火了呀，我最怕我儿子发火了呀，他一发火，我恨不得我叫他爷爷愿意啊，只要不发火就可以了呀。哎，你说这句话。你说他一发火啊，我叫他爷爷也可以啊，就是称儿子是爷爷啊，我叫他爷爷也可以啊。哎，只要他不发火就行了。哎，我发现他只要一发火，好像控制不住呀。哎呀，我在旁边就很崩溃呀、啊！你说这句话在我旁边很崩溃呀、你说，我儿子忍受着折磨，我也忍受着折磨。忍受着折磨。折磨，就受折磨啊，受折磨啊，哎，对，我儿子忍受着折磨，我也忍受着折磨，哎，对呀，我现在也发现了一个规律，哎，他只要脖子开始扭了以后，再过一会就要发火了呀。扭了一会以后，
就要开始发火了呀。哎，这搞得我很崩溃呀、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后来你再想想，再想想，你原来不知道这个动作，后来就是慢慢感觉好像有人在吹碟啊，在吹碟子的时候，然后那个一个你就眼睛看到一个箩筐的一条蛇，一条蛇就升上来了，就开始舞了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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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蛇很恼火，很恼火，很恼火。哎，你说这个音乐怎么在蛇听起来好像是噪音呢、啊？哎，这个音乐怎么在蛇那边听起来好像是噪音呢、啊？这个音乐怎么在蛇那边听起来是噪音呢、啊？哎，这个时刻，我看到你的儿子前世了。我看到你儿子前世啊，你儿子拿着那个，你儿子的前世拿着那个碟子啊，在那边吹啊，一吹一下，一条眼睛就起来了呀。起来一个摇头晃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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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那个蛇就很愤怒，很愤怒，很愤怒，很愤怒啊！但归愤怒归愤怒，他那个蛇啊，那个愤怒没有往地方，没有地方发呀，没有地方发呀。为什么？吹笛子的是主人，接着烦躁的是那个蛇，那个蛇是主人养的，所以那个蛇听到这个噪音。发火也没有地方发火呀，只能发闷火啊。发闷火的话，就是都像内部在发火呀，好像要爆发，也不知道往哪里爆发。一旦找到一个爆发口的话，就是像天塌下来的感觉呀。嗯。哎，你听我一讲以后，你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吧？知道了，是要让蛇的那个愤怒消下去。哎，对。对对，就是说，现在你的儿子身上附了眼镜蛇，被眼镜蛇报复了。为什么眼镜蛇来报复你的儿子呢？因为你儿子的前世啊，曾经呢、啊、是吹笛，让那个眼镜蛇表演。一表演一个，眼镜蛇在舞啊舞啊舞啊舞的时候，人家就丢钱丢在那边。他就是说。他是表演那个吹笛，然后让蛇做表演，实际上蛇难受啊。嗯。哦，你明白了一个意思一个，哎，你对那个蛇，对着那个蛇说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说我不，哎，你说我的儿子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挣钱。哎，我的儿子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赚钱，对不起。我的儿子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赚钱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我真的没想到，音乐对你来说是一种折磨啊。我真的没想到，音乐对你来说是一种折磨。哎，你现在想想，你儿子现在音乐学的好不好？好。哦。好，然后你对他儿子说，现在哎，对，然后你一边对眼镜蛇说，一边对你儿子说，你说你学音乐应该学好了一个让人来听音乐。你学音乐学好了之后，应该要让人来听音乐，而是让蛇来听音乐。哎，人听音乐的时候是在欣赏音乐。人听音乐的时候是在欣赏音乐。哎，蛇在听音乐的时候，它感觉是在被折磨。蛇在听音乐的时候，它感觉是在被折磨。你看吧，现在你看，蛇一听到音乐以后，摇头晃脑，摇头晃脑，摇头晃脑的，它难受啊，难受啊，难受啊，又很愤怒。哎，你把它表达出来，告诉你儿子，就是你现在就是现在蛇听，你现在看到了蛇听音乐，它就很难受，很难受，一直在摇头晃脑。哎，对，很难受。哎，对，儿子听进去了。那
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你儿子啊在旁边对着蛇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用蛇来刺激你，而不是用音乐来刺激你。嗯，我应该用音乐来刺激你。哎，对，你也学着你的儿子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的儿子不应该用音乐来刺激你。哎，哎，你让他，哎，我的儿子不应该用音乐刺激你。哎，你说是他错了。哎，是他错了，哎，然后，哎，你说，他更不应该把那舞蛇来作为一种职业来挣钱。他更不应该用舞蛇来作为一种职业来赚钱。哎，哎，对不起。我儿子错了。哎，对，你说，我现在决定把你放走。我现在决定把你放走。哎，我决定把你放走。哎，他一个肉的，他比这个粗啊，比这个粗啊。现在，我下了决定要把你放走。我现在下了决定，决心把你放走。哎，这个肉的就倒下来了。然后，你对那个蛇，你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。你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。哎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哎。哎，对，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用音乐来折磨你了。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用音乐来折磨你了。哎，对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哎，对呀、啊，那个蛇慢慢身体摇啊摇，就离开了，走了，那个蛇的灵魂走了。然后你对你的儿子说，你呀、啊，永生永世啊，不要把音乐用来对付那个蛇。哎，音乐来对付那个蛇，蛇受了折磨了以后，它会等量的来报复到你。音乐对付那个蛇之后，蛇受了折磨之后，它会反过来报复你。哎，然后会搞得你不得安宁。会搞得你不得安宁。哎，哎，对，甚至让你啊产生对音乐的厌恶感。甚至让你产生对音乐的厌恶感。哎，对。然后你对他说，你学好音乐是为人类服务的。你学好音乐是为了人而服务的。哎，人是欣赏音乐的。哎，对，而不是用来对付蛇的。而不是用来对付蛇的。哎，然后你的儿子也听明白了，然后那个蛇也听明白了。哎，蛇啊，离开了，离开了以后一看，你儿子的眼睛呐、啊，被原来柔和了呀。原来儿子眼睛看起来一个三角眼，三角眼就是那个眼镜蛇的眼睛呐、啊，它是三角的，附在你儿子身上的话，你怎么看就像一种凶光呀，眼睛看上去很凶很凶的感觉呀。那个蛇的灵魂离开以后，他就慢慢正常了呀。好，然后蛇的灵魂离开了，你记好了，这个问题是你儿子的前世的问题。啊，他吹那个吹笛啊，吹笛以后，那个眼睛是听到以后就难受的就开始表演了呀。人家以为，外面的人不知道的人以为那个蛇啊很喜欢音乐，所以随着音乐在跳舞，实际上不是，蛇难受了。人难受的，哎，难受的，然后再震动。那个蛇里边呢，那个脖子那边有一个，就像那个共振器啊，一个气囊在那边。外面音乐一来以后，从里边发生共振以后，难受啊，所以难受了以后，他在扭脖子啊，那边有气囊。哎，所以扭脖子，不是他，实际上蛇不是在表演，是难受的在扭身体啊。哦，你说你要意识到，原来这个事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哎，然后呢，像蛇唱歌道歉一个蛇离开了，蛇的灵魂离开了，蛇的灵魂离开以后呢，慢慢你的儿子呢，就这方面就正常了，而且呢，他将来的音乐天赋会比原来更好。
哎，对，如果这个蛇一直跟着他的话，对这个蛇报复他，报复多了以后，慢慢，他自己也开始厌恶那个音乐了呀。后来呢，现在就离开了以后就，离开了以后就，他的天赋更好的发挥出来，只有正面的作用，没有负面作用了。哎，好了，好，现在眼前更就干净了，好，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不用谢，好，好。啊，好，再见啊，感恩，不用谢，哎。